假如你的老师来到迷你，你最喜欢哪个老师呢？数学老师。这就是奶糖天天玩的迷你世界，不错不错，居然还能做数学题，1+1=几，这都不会，这肯定是等于王啊！看来我以后留在迷你教教数学了。音乐老师，嘿嘿，第一次玩迷你世界有点紧张。哇塞，迷你世界居然有这么多乐器，钢琴、二胡、吉他，还有这么多音乐方块，不错不错，我要在迷你世界玩一年。Oh God, please no, no!科学老师，听说很多人说迷你世界有不同的知识，今天我就来看看。哎，水加粪水咋变成了蜂蜜块？难道蜂蜜是粪水做的？这也太离谱了，这一定是假的。造孽！什么情况？岩浆加粪水竟然变成了巧克力，而水加岩浆怎么变成了岩石块？这也太不科学了！不信，迷你世界太神奇了，我在游戏里研究两三年。物理老师，这就是迷你吗？世界这么大，为了防止迷路，我先来造个房子吧。妈呀，这房子咋还悬空？重力呢？还有引力呢？这一点也不科学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哼，我就不信人还能飞。妈呀，我竟然飞起来了，这也太神奇了！我以后什么游戏都不玩了，就玩迷你了。不要。